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大祭司就说：“这些事果然有吗？”诸位父兄，请听。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那时他还没有儿子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。神又说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。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位先祖。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。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。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，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，又被带到示剑，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，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。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2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，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“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。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”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”
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这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，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里番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。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